在迪士尼梦幻国度中，米奇身负重任，要来一步步复兴被魔法师诅咒的迪士尼乐园。玩家可以借由完成游戏当中的各种任务取得魔药，魔药能够用来解除受诅咒的区域，或是建筑各式各样的房舍。一旦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，玩家就能够解锁迪士尼人物，建筑他们专属的设施，吸引更多忠实游客，打造出自己的迪士尼乐园。